兄弟姐妹们啊，我被打脸了呀，而且还来得如此之快啊。上午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啊，说砸演员啊绝对被暗中加强了吗？结果很快就被打脸了。你们看啊，我上午说砸演员两级反转100%成功啊，没有错，面对人机监管确实可以做到100%成功啊，但如果对面是真人时，大概只有那么1%的概率成功吧。我哭死去啊，这也太无语了吧。好吧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只有一种解释，就是当人机监管翻窗时，系统是没有给他建模的，而当真人玩家翻窗时是有建模的，所以才会发生这种情况。经过和粉丝的无数次探索，终于成功了那么一次。兄弟们，这一次不容易啊，想要实现两级反转必须提前足够的时间跳球，而不是等监管翻窗的时候你再跳，不然你绝对跳不过去的呀，一定要提前跳，知道了吗？好吧，关注一波吧，求求你们啦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